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坡风老师，我费老师跟你分享新加坡有关的一些知识和资讯。然后呢，叫美酒，今天叫这款酒叫做嗨酒，嗨酒十六年，非常的棒啊，有文化的酒，这个利达行出品，红彤彤，利达行的这个，这是由老鲁器的设计的啊。新力三江，连同达四海，英才新五洲，必达行，雄气。然后这款酒呢是十六年的这个嗨酒啊，郑和下西洋，郑和下西洋啊，我不懂啊，燕总您介绍。这个是有一些海事的因素，包括那个浮船。浮船啊，包括这个北极星，北啊，海事相关的。然后这个后边呢，这个就是这个星期是新加坡的海运周 ，Singapore Maritime Week。对，新加坡呢，下周有这个海运展，搞了一个就 IMC 2030，就制定了新加坡的海运国策。在这瓶子上，叫创新、联通、英才。In English, we say, innovation, connectivity, bilingual, 对吗？双语就创新立三江，联通达四海，英才兴五洲啊，是。咱们请金三方品一下吧，这个不能光就是咱们说这句好，是不是？专业人士品一下啊，湖海大师，湖海大师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酒啊，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。跟那个就是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喝的了，就是那个大家熟悉的嗨酒不太一样，颜色就已经就是有一点晶莹的黄色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品一品。那个它的味道呢，就是比嗨酒呢有原来嗨酒的味道，然后它之后会有一点点甜的感觉啊，比较饱满，比较就是更加的和暖的感觉，其实很舒服的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是十六年的，对吧？十六年啊，对。好的，我家庭知道，我们曾经在新加坡举办过至少三场盲品会吧，应该有三场吧。然后呢，普毛，当然我们讲普毛和我们嗨酒，打成平手，这样讲比较公平啊，就因为各有上下，所以普毛和嗨酒打成平手。也就是说呢，咱们的这个嗨酒十六年的品质绝对比普毛要好。这个酒是2021年，因为盲品完之后，朋友就觉得不错，好喝嘛，然后就确实是通过 DHL 寄到法国巴黎参加 Singapore Spirits Competition， 然后拿了一个 Gold Medal。Gold Medal 啊！哦，我们应该祝贺你大哥，这个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啊，不知道。咱们一起来祝贺你们这个金奖的事啊。这，哎呦，这款酒咱们这个不是，快点下回介绍吧，这个视频多久了？小红书。